市場消息應該流流地啊，40,000唔好咁高嘅，除非收購啦。So Brothers 就係呢個嘅荷里活道同埋呢個嘅伊利近街交界上面呢間鋪啊 ，not exactly 一間地鋪，叫做 Upper Ground Floor 啫。成交咗幾次啊？4,000,000就大波，應該係話出入大變案啊嘛。喂，望望樓上。除非是这个的收购，但是我手上有个资料的时候就讲建筑面积1000尺，实用就讲是700尺，哇最最要建筑面积1000尺，阔就大概15尺，深45尺到，红色你见到的了，望一下上面的入口位先，奇奇怪怪有排档挡住了，神神秘秘的，总之斜路走上去硬到死，这个就是入口位，今天奇怪的，这个就讲呢個價應該冇咁高啦，我估個價唔會過3,000噶啦。不過就總之傳出嚟嘅時候話40,000都吹水啦，唔知係堅定係流啊。但係呢一間呢個入口位咁望望入邊呢間 ，So Brothers 呢個入邊就講緊係啊荷里活道同埋呢個伊利近街交界。喂，出翻先，嚟。好，呢度 exact 嚟一個位置咧，就講緊係荷里活道同埋咧伊利近街嘅大單邊嘅位置咧。但係呢個咧就唔係係 ground floor， 係個 upper ground floor。再影多次樓上呢度啊。原本業主就講8,500,000嘅時候，40,000買入嚟，40,000買入嚟，4,000升咗100倍，好緊要啊！No, exactly 係99倍同埋100倍。咁啊 ，anyway 呢個位置嘅時候咧，2.7呢計90,000係租金啦。咁啊，但係就應該唔係40,000嘅啦，除非收購啦。可能你一嗱發展商玩緊收購咯，唔知啊，收到風啦。三大優勢叫大單邊位置，中環廣告位呢、這個嘅消費力高咯。落翻入下面咧，你睇下。但始終注意事項嘅時候咧，呢間始終唔係一間地鋪啊，叫做 upper ground floor 啊，所以即刻打個6折啦，地鋪值錢好多。但係呢度奇怪又斜路，唔斜咁啊呢度。個旁邊排檔擋住個入口位比較有衰，白天比較靜啲，夜晚可能比較旺啲，酒吧位置。咁啊感覺咯，呢、這個位置五分食就分招算一分收，真係40,000啊！如果非收購就超級低分啊！我得罪業主啊，唔敢講，俾你2-3分俾人鬧死啊！咁啊，不過唔係㗎啦，我唔係40,000啦，全一亂咁噏嘅啫。咁啊，好啦，今日嘅。買補足喎，記住揾我盛匯新基金創辦人，你跟你講嘢得罪業主又唔使擔心。不過如果真係40,000，要恭喜業主，恭喜業主，恭喜業主。盛匯商鋪配套真，租金實，保證鋪真價實。